火锅了，家人们！哎呀妈呀，冬天吃火锅是最爽的，我跟你说，热乎乎的。这个豆腐啊，太好吃了。有汁儿里边，我的粉儿啊，什么宽粉儿，可有意思了，你不是一般有意思，真的干啥啥不行，他妈吃啥啥不剩，干啥都得他妈留个屁股，下饭就他妈这么一根肠，他妈吃没了，行了，开始了，他妈的半根。原来闻起来比较清新，知道吧？那就不行了，这会儿可劲道了，拿错了这个，嫌弃就不吃，我都不嫌弃你、啊。不是我先擦擦手，那个接着来。
猪蹄。辣，妈，你还没说辣呀？这两瓶不辣，一点不辣。会说辣，会说打，要，好几个字儿呢。还能开？嗯。那螺儿你咋不吃呢？吃了。你不上火，我以为。这玩意儿煮老了。来个大大的三杯肉，喂，你在那儿记我，你上海边也记我，吃个辣椒得了。啊，好找吃啊。Thank you.